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元祖少奶奶安晨瑜日前被周刊拍到和儿子的教练暧昧，又爆出一连串花边新闻，不过并没有因此影响到她与老公张少伟的感情，两人还临时订了机票，在三日举家前往美国度假一个月。安晨瑜20日透露，目前人在美国比佛利山庄为新专辑做准备，还附上一张在阳光下的自拍照，不忘展现傲人的衣奶。安晨瑜今天在脸书写下，好喜欢比佛利山庄，呼吸都充满幸福的感觉，最近在讨论新单曲的 MV 脚本，好期待七月份的拍摄 MV 行程啊。只见照片中他身穿一件粉色小背心，侧面几乎完全挖空，露出蛮腰及纤细手臂，最吸睛的是他的混圆的南半球直接侧面滑出，还清楚可看到衣服内并没有任何内搭防护，粉丝看了直呼我想当路人乙。安晨瑜来露混圆南半球。翻摄自脸书，安晨瑜目前和老公小孩在美国度假。翻摄自脸书，